北有大张伟，南有薛之谦，狐狸到了是和芊芊可谓称霸2016综艺圈的半壁江山，戏精的同时更大肆吸金，名利双收，大写的赢家。无奈历经劳动的老司机们都已萌生离开综艺圈的想法，想到日后没有我亲这些老司机的综艺，宝宝们真是难受不舍，各香菇啊！满江香菇，满江香菇，满江香菇。好在潜力股们轮番上阵，无论是软萌鲜肉小艺兴，还是国民团宠王嘎嘎，都扎堆跻身综艺圈，明星宝宝们的偶像包袱一夜之间集体离家出走，为了博大家的开怀一笑，可谓无所不能。在此新春之际，小伙伴们就跟着唠唠一起捧腹回顾2016那些名副其实的综艺之王了。 Part 1， 看一期少一期，劝君且看且珍惜，综艺大赢家薛之谦。神经病，人来疯，神经病。借趁着现在红，能捞一笔是一笔的理念，狐狸芊芊在2016年共参与录制34档综艺节目。原本正正经经唱伤心情歌的我芊，自从去年2月份在《天天向上》和大老师同台后，仿佛就被大老师开了光，一改深情美男路线，走上不疯癫不成活之路。在新春佳节和家人们一起感受薛氏神经病搞笑，也是放松心情的方式之一呢。是那个，我是薛之谦，嗨。真的没办法，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你让韩红那种，啪一站，咣当地质震那种感觉。然后，洪老师啊，对，我跟你讲。我呢，就是想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唱歌也不烂，跳舞也不差，写歌又会写。要不要用用我，对不对？踢馆选手，我踢的也好看。2016年，我签吸睛有吸睛。目前，薛之谦一条微博的广告价格约60多万元，原创视频的价格则高达70多万元。5家火锅店，1家淘宝店，加上接近40档综艺节目，大胆估算一下，薛老板的年收入也许能够轻松突破3亿。而这个收入是近5000个普通观众的年收入总和。如此看来，狐狸谦确实有资本任性退出综艺圈，安心做歌手了呢。然而，这也意味着今年综艺圈中很难见到薛氏蛇精病存在，对于不少签迷们来说，简直是一记暴击。因此，你们一定要且看且珍惜啊！跟我见过，面条整根吃下去，整根打出来，超厉害的。综艺老司机宋小宝。谈起综艺老司机无力咖啡宋小宝有话要说，由于自带喜感 BGM， 黝黑肤色加上皱纹脸蛋，往那一站就自动抖笑点包袱，因此众多综艺节目都把橄榄枝抛向了他。去年说是他的综艺井喷年完全不过分，一整年参加综艺15档，全员加速中2、欢乐喜剧人等6档常驻节目都需要录制12期。下咖啡，自打我进攻以来呀。就读的皇上恩宠，于是我就劝皇上一定要雨露均沾，可皇上非是不听呢。于是啊，就宠我，我这一开心呢，没什么可报答皇上的，我也给生了一个。初步总结一下，小宝哥年收入也早已突破5000万，座驾也从宝马换成了阿斯顿马丁，可谓是质的飞跃。然而虽然钱包鼓了，但如此高强度录制也压垮了小宝哥，以至于他主动爆料称新年将退出综艺圈了。是这种高强压的压力，就是像高压线一样的压力，工作成和工作的频率，真的有点吃不消了。我这回我真是，我真的好好歇一歇了。我面对电视机前所有观众朋友，跟大家提前打个招呼。我本人身体呢，压根儿就不是怎么太好。所以呢，我要选择腾出一段时间来，为自己好好活一段时间。Part 2 Always Online， 大老师与您同在，综艺常青树大张伟。作为北方代表选手的大老师，2016年参加综艺共22档，常驻节目就有7个。操着一口京片走天下的大张伟，可谓见谁对谁。不论是神经病啊，薛老师、芊芊，我真的是实话吗？好兄弟，我觉得是这个机器坏了。这个，你平时不是觉得你自己好听？是实话，你那首倍儿爽，特别好听了。这个咱比到三亿，这个咱比到三亿。还是软萌弟弟王嘉尔，只是一开队就口才毫不留情。首先来说，我觉得王嘉尔特别热情，一男孩儿。然后，因为但是他有很多的肢体动作过于热情，让我觉得男孩之间好像不应该这么去拥抱。但是他喜欢的话，你知道，他高兴就。虽然无力大老师见谁怼谁，但在我们上学剧中和鹿晗宝宝的友爱互动简直萌翻众人，两个北京爷们儿甜蜜日常也是让观众甚为满意。无力一向乖巧文静的鹿宝宝被大老师开发后，尽显北京爷们儿霸道范，真是太好看了。你剪一段，我们就是三个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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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人
后加入的，怎么这么多意见呢？所幸京城不倒翁大老师将陪伴我们走过今年，他担任常驻嘉宾有《明星大侦探》《笑星闯地球》《天天向上》等一系列综艺节目，还在持续发热。正当还能在这么多综艺中看到武力活泼开朗的大老师，老蔡表示也是激动到不行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，我吃饺子从来不吃蒜，是不是？就是这种特别有精神，再给我上蒜泥。二十四，今年综艺新人王，鲜肉男神齐霸榜，综艺潜力股张艺兴，老司机们扬言隐退综艺圈，小鲜肉们力争扛起综艺大旗。2016年，张艺兴在《极限挑战》中以呆萌小绵羊的形象斩获无数少女心，凭借很傻很天真的人设，在勾心斗角的老狐狸中，艺兴宝宝仿佛一股清流，惹得观众甚是喜爱。哇，你的力量值是多少？防御力是多少？攻击力是多少？敏捷力是多少？你什么属性的？地属性还是风属性还是火属性还是水属性？他觉得相信你太过分了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还有看，然而小绵羊终有进化的一天，在大环境的耳濡目染下，异星宝宝逐渐蜕变成机灵小狐狸，让哥哥和观众们刮目相看。异星也将自己综艺咖的身份玩转得更加老练。先刺激一下你。可以，你过来一点，来抱一下你过来一点，来呀、啊！你老往后退什么？而在今年中，《极限挑战三》的再次开锣，更让观众们期待这只潜力股今年会有怎样的大爆发。你这么想，你别动了。还是好痒啊！不是就过关呀、啊，我们啊！哎呦喂，这怎么搞？哎呦喂！喂综艺潜力股王嘉尔，提到综艺感爆棚的潜力股，不得不提的就是武力嘎嘎。在我们战斗版中，王嘉尔充当着普通话黑洞。最拿手的是哪一种语言？最拿手。中文。喝水来源呢？来源喝水啊？有这句吗？就是喝水，你要知道那个水是哪里来的。啊，你。下雪为盟，王嘉尔，这是找白脚鱼，白脚鱼就是有八只脚的那个八脚鱼吧，章鱼。唇齿王，秦始皇，饮水思源，喝水来源，气动互动，傻傻分不清的嘎嘎，真是实力猛翻，发音秘制搞笑，自带萌点的嘎嘎，跨界主持更是笑料十足，综艺感爆棚。今年里，他又将和何老师再次搭档，出现在《头号惊喜》的舞台上，而我们战斗吧二也极有可能原班人马开录第二季。李嘎蠢萌的个性加上普通话黑洞，相信嘎嘎的新年势头会更有劲儿呢。那你知道这是《头号惊喜》的 TV？ 先说，这是芒果 TV。是吗？这么多 TV 写的 TV， 头号惊喜 TV 和芒果 TV， 你们好，都是湖南卫视的 TV。综艺潜力股王凯，安静。这是什么时候？不是，别的时候干嘛？看到综艺潜力股，最让人出乎意料的就是武力凯歌王王凯了。在节目中爽朗又不失魔性的笑声，成为了蠢萌嘎之外唯一支撑着本老看完全集的亮点了。王凯原本成熟稳重的形象，一到综艺里就直接破格，不疯魔不成活的凯歌王，综艺感强到炸屏。从最开始参加湖南卫视《全员加速》中，王凯从此打开了他的综艺大门。虽然目前参加综艺数量并不多，但是少而精，能在短时间内360度全方位展现综艺感的，还是武力拥有魔性笑声的凯歌王。与王嘉尔一同担任常驻嘉宾的《我们战斗吧》也正在筹备第二季，期待凯歌王再度为宝宝们带来魔性笑声，也相信男神凯势必在今年迎来更多综艺表演机会。综艺老司机们在前面打灯带路，综艺新人王们在后面步步紧跟，感觉综艺的星星之火旺盛着呢。虽然薛之谦、宋小宝都曾说过要渐渐淡出娱乐圈，但好在张艺兴、王嘉尔等综艺新秀层出不穷。再次新年之际，希望老司机们多多休息，保重身体，新人王们火速前进，早日成为综艺圈的中流砥柱啊！好的。